各位评审老师好，我们此队的绿能动力船舶，其动力能源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船模用酒精燃油引擎；第二，轴发电机；第三，氢氧混合气电解槽。当引擎发动运转后，带动轴发电机产生110到150伏特交流电，经由整流器转换成12伏直流电。除对电瓶充电外，多余电力用来电解水，产生氢氧混合气，借由管路经滤水器过滤水器后，导入燃烧室内与燃油混合燃烧。分析引擎添加氢氧混合气燃烧之污染排放。接下来分四部分呈现绿能动力船舶动态展示。最后研究结果，第一，碳氢化合物排放浓度比较，如图所示，呈现随着氢氧混合气添加量增加而逐渐上升之趋势。此乃船模引擎为二行程引擎，进排气需靠少气来完成，有易燃烧不完全缺点，因而随着氢氧混合气添加量的增加，所排放废气之 HC 浓度也随着增加，改用四行程引擎可改善此情形。第二，一氧化碳排放浓度比较，不同氢氧化钾浓度电解水之氢氧混合气产生量导入引擎与甲醇燃油混合燃烧时，测量得到的 CO 废气排放浓度如图所示。 CO 排放浓度有随着氢氧混合气添加比例之增加而降低之现象，此乃氢气具有燃烧及扩散速度快之特性，而助于燃油更完全燃烧，可提升燃烧效率，降低 CO 排放浓度。第三，二氧化碳排放浓度比较，引擎废气排放中 CO2 为燃料完全燃烧所产生的气体，
此研究针对不同氢氧化钾之浓度电解水，氢氧混合器产生量混合酒精燃油燃烧，经由量测废气得到之 CO2 排放浓度如图所示。CO2 浓度随氢氧混合器添加量之增加而下降。谢谢老师。